想要来跟你买麻糍。来，想要被请我们吃香蕉。啊，这四亿嘞，恁一个人爱一半哦，因为这已经够熟啊。这下这几粒？五粒。啊，多好。多好嘿。安尼好，安尼一个拢卖完价。这应该几只呀？不是啊，无遐高啦，哎，拢中央厨房做的。哦，了解。这佛手瓜，啊，这佛手椒。什么叫佛手瓜？佛手瓜就是你讲怎啊，龙须菜。我知。龙须菜的果实。啊，迄是用来炒的啊，食哪？姜母鸭你有在食？拢做流行者，切到薄片，啊，落去涮一下。哦。你买对一包，给你提紧嘞。叫老一包。嗯，对。你啊，贪心提一包，较大包哩。是啊。哈哈哈！味拢爱空气。装空气回去。我知。这个啦，来，请你们吃这个啦。对啊。喜欢红的吃红的，喜欢啊，两种拢食，两种拢食，你无同款的口感。来，甲味拢啊爱食，这是这特色。这特色。这嘛是拢特产呐。怎么能？这样叫屁不能乱丢，也会跌倒。阿弟。麻糍糊成吗？等一下啊。啊，未糊啦，拢啊未糊啦。对啦。等下。会再给你洗洗，吃定食。好啊，安尼。洗洗哦。黄色哈。啊，你家己带食哦。我甲阮先生啊。哦。我家己。这个现在都没有农药了。因为尾巴了，人家拔藤了。这个要是有农药，我就会帮你泡这个碱性水。哦。它会酸碱平衡。了解。我很用心哎，这边有写啊，待客清洗。对啊。嗯。乡下人的乐趣跟用心。这个很新鲜，这个都今天摘的。哦。这是女番茄啊。玉女。我是玉女哦，什么圣女？玉女，浴火焚身的玉哦。哈哈哈！这算玉女。吃了后，安那我唔知我无意见。真搞错菜了，赚了小伟。我老师那我一点钱，因为帮我提，我阿妈都用过。我没上车啊。他、啊、这条线也超空调吗？嘿，我开我就是本二四五整体造型，但是我六十岁，我要退休啊。哦。啊，只是讲有诶，熟悉高雄诶人客来，我以前伫高雄那边底啊。哦。我来遮养老啊。这边安怎等？等你啊。哦。莫白等。等我诶。等诶人诶骨头。对啊。诶，着麻糍甲这玉米番茄。诶安尼偌济？180。180。好。有闲呢，阿妈迄个香蕉，上面公平食无？系啊，公平。啊，无你家己食嘛，小看。无啦，我若看果子，我再来请。哦，啊，看顺眼就对啊。诶，正温，互你看条顺眼。诶，对，足顺眼，超过顺眼啊，要安怎？卖走。安尼，多谢做生意，老爷多谢做生意，我嘛有耳头毛呢。系啊，真诶哦。系啊，我嘛是有耳头毛。我甲你讲，做头毛一定爱做有兴趣，无做袂久。对。真正，我就是做有兴趣，我甲进哥意见免。啊，无介辛苦呢。因为你做的时间足长啊。对，去迄养老院去哦。哦，做爱心呢。孤儿院、养老院怎样？李明活动中心啦。了解。我做爱帮包忙。系啊。我妹妹细汉拢互我大家拢。做歹看，啊！不过即个伊做怀念迄个时阵嘞，对啊，好，行来，拜拜，拢拜拜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姐谢谢哦，拜拜，拜拜，连江开来，拜拜，今回就再来给我洗下咯，拜拜，拜拜。一阵清凉，哇！我，我觉得它的香蕉青冰跟我们之前吃的不太一样，它这个比较结实一点，有没有？比较不会那么快融化。我是觉得味道好像不会太那个，没那么重，就是正常好吃的味道。哦，太重会很像指甲油味道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
我记得有吃过那种是虾仁味，真的假？去光水，去光水的味道。嗯，这很化学味。你看这个冲不下去。这样，对我这个小钱包有什么意见吗？这水应该够吧。非常光速的抵达那个台南老街啊，因为说很久没有来花园夜市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走走了。看起来还不错哎、欸。啊？看起来还不错，我试试看。可以试试吗？这个是盐味。这个吗？嗯。这是海苔的。对。这海苔的，这种比较不会有，它是没有油，就是比较不会有。哦，难怪。啊，要不要一起买？五包送三包。可以啊，这个看剧的时候可以吃呢。哎，我之前吃那个胡椒的，好像也不错。胡椒也不错，但是，哎，有辣味的，同事有辣味的。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次吃炼乳很不错吃，这个哦，这可以吃，对，吃一吃就饱了。嗯，我买两个炼乳的哈。今天平日来，好冷清哦。哦，对，是哦，那多少？我那个一百，那个比较贵，100。那么贵？它可以调大小。胖胖杯跟瘦的胖的都可以。我们晚上要去那个花园夜市啊，不然我带你们去吃那一间厉害的锅烧面。你上次我不是有跟你讲过？我常带你吃一间海苔饭卷，就先买5根海苔饭卷，会太多吗？这个蛮好吃的，这小时候很喜欢吃，它是那种传统的爆米花。对啊，很传统，很传统。第一汤，超难吃的金币。怎么说？这个难吃哎！哦，对对对，味道很奇怪，味道很奇怪。对啊，这个没办法，这种没办法，飞磊的那个可以，买一个好了。妈妈好像蛮喜欢吃这个，买一个好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